看海鸥啊，海河边看海鸥。这还有电视台的什么记者之类的，看还带了个高频的麦克风收音的，还有一些无人拍摄工具，实时对讲，玉山大石板，中式城阳，要要要要，这个专业。咱们不愿去大理，天津就能感受到啊。下面的这些面包，哎呀，这么多面包片。你过来呀！他不过来呀！这个他能吃啊？他们说他能吃。下面弄这么多，刚才没吃啊？我也没吃。啊，对呀。嗨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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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，走了，我们走了，拜拜吧，走了，下去，下去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所以没看到路口什么东西出来。嗨嗨嗨！就买张好的，不喜欢，就北京产的那样的穿，年轻人不都买多少？多少合适？多少裤子合适？哦，相机在那也有一堆相机，在那呢。穿好穿，看在那拍着呢。夏天看不见，冬天一下就出来了。知道不？呀呀呀呀呀！怎么我那儿错？不过来，他不过来呀、啊。你看冰冻上的全是面包。嗯，在吃呢，在吃呢，在吃呢。现在吃晚了。都冻住了咋吃？海鸥不是吃鱼吗？你什么都吃。面包也吃啊。我们站起来看看。你把手伸起来，他就会在就捉你的手，就对对这样子。我有恐高症，待会他过来了，你一把手直接揪着走吧。行。哇，他看见有人揪东西都不吃，只吃冻住的呀，他可真挑。看，掉下来，掉下来，掉下来，掉走了，掉走了。哇、哦！我也想丢一个。哇，你这么多来了、哦，真不错。哇，那边有一个单挑，为什么他？那边他要飞哪去？你看，就有一个单的。你看那边太清楚了。哇！啊！我给你丢点面包。待着吧，待着吧。
饿。